我看一下，这个是钢铁。啊，可是前面怎么有一个纸啊？那个是贴符哦。这是钢铁人的，我戴得下，我戴得下。啊，你要贴个再一次给我看一下，因为你前面怎么贴一个符啊？可以拿到旁边去吗？嗯。怎么啊？怎么戴一个标签在鼻子上？嗯。而且今天那么是小孩子的100多块而已。这个是为什么？这个是钢铁人。对啊。嗯。像钢铁人。所以蜘蛛人能放回去了。红色钢铁。好，来我帮。加起来对。嗯。这是钢铁人。进来看呀！爸，你还有钢铁人的吗？哪一个是你钢铁人？可以自己的车顶吗？看哪一个是你要的钢铁人，你刚刚才带的。哪一个？我很少在带这个，因为爸爸只有一只眼睛在看，所以你们觉得很亮，我觉得刚刚好。真的吗？啊，如果一戴上去，我就觉得太暗了。所以你不能戴太暗了。对呀、啊。戴太暗的咧，塞车就艰苦。啊，吴心意来，你戴一个这个。不行，那是女生戴的。那是女生在戴的，这个都是女生在戴的。来，这个女生在戴的啦。这样啊，嗯。女生的啦。你也来戴一下。是的，那个是女生在戴的。假装不认识这个人。